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猫咪平常都已经习惯我们帮它喂饭了。如果我们今天在喂饭的时候，突然时间暂停了，猫咪会怎么办呢？要吃饭喽！要吃饭喽！要吃饭喽！好痒，抓痒一下。好吃饭了。三角不能再吃了，三角，你这么肥。阿妈，你这样无动于衷哎。阿妈吃饭了吗？阿妈。哈哈哈。